妈妈，我来安安大明星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Purple 紫嫣。然后呢，我15岁，然后我真的没有不洗澡。大家好，我是微微妈妈威灵。没有人摸我家。谁会超过妈妈？大家好，我是布布。明星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Persis。大家好，我是紫嫣。大家好，我是微微骂伟林。大家好，我是 Ali 孙丽安。大家好，我是 Jessie 嘉轩。大家好，我是 Hannah 明慧。大家好，我是 Mila 彩洁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跟 Persis 玩一个游戏，叫真心话老师哦。成员里谁是开心果？3、2、1，彩洁、米拉。为什么彩洁自己本人先说一下？我蛮爱笑的吧？是吗？那其他人有没有？他有什么事情？就是他的个性就是很有点古灵精怪，然后就是不管在每件。不管在什么时刻，他都能就是让你笑。不管现在跟我们很伤心、很生气什么，他就突然，然后每个人就。然后就开始大笑这样。他有做过什么让你们觉得最好笑的事吗？我觉得他每天都很搞笑，很爱学蜡笔小新，然后他每学蜡笔小新讲话都会害我们大家觉得很好笑。妈妈，我来安安大明星了。成员里谁最会跳舞？3、2、1。solo， 用舞蹈直接证明，来 freestyle， 来一段，趴起来。晚上都不洗澡，早上那个我要澄清，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暑假的时候，我6点才放学，然后我回去就直接倒，然后他们都会紫嫣去洗澡，对，我真的早上才洗澡，我发誓我早上有洗澡。我们都会模仿紫嫣。好，那彩洁先来一个模仿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Hannah 明慧。那我。换我。你要模仿谁？我要模仿彩洁。嘎嘎搞，我去跟家己。我有两个骨牙。我好扛，可以叫扛向来呀。大家好，我是孙丽安。然后他都会走到那个镜子前面，然后这样。
很漂亮。我们问紫嫣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Purple 紫嫣。然后呢，我15岁，然后我真的没有不洗澡，我要澄清一下，我都才早上才洗。我真的早上才洗。大家好，我是 Purple 的 Purple 紫嫣，我的兴趣是写作文，是写作文哟。大家好，我是微微妈妈威灵，我是威灵姐，我最会 popping， 哇，舞蹈当当当当。看出来你很尽力，你直接没有偶包就在这一刻，没有人模仿王嘉欣，谁会？好，我来啦，大家好，我是威理念跟想法，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3年培训以来，然后大家一起努力坚持，然后不放弃，互相帮忙，然后坚持自己的理想，然后终于到这一刻，大家成功了，耶！不让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正能量，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，都不能退让，也不能气馁，因为就像我们6个人，其实在这3年培训来，就是其实真的遇到很多挫折啊，很多。眼泪啊，很多心酸，但是我们都撑过来，因为我们要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努力，就变白。所以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一定不要气馁，要坚持下去。Persist， 坚持。谢谢你们，就是能在每个时刻就跟我们加油打气啊，或者说，哎，我要去买专辑什么，这些都是，或是私讯，这些都是，就是看到说，哦，好可爱，就是谢谢你们，对，对，有动力。就是你们 MV 留言底下，我们都有去看你们的留言，然后我们也会一起加油去努力。对，谢谢你们给建议，我们会继续努力，也谢谢你们喜欢，这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对，谢谢，谢谢。